细佬，我有样嘢可以令你开心翻。算啦，家姐，我系唔会攻打金丝部落嘅。爸爸妈妈唔见咗，唔系佢哋嘅错。金丝部落，我只不过想俾你睇下呢棵咁靓嘅植物啫嘛。当然，如果你肯消灭金丝部落嘅话，爸爸妈妈佢哋肯定会好开心嘅。你讲得啊，我知点做啦。一要消灭金丝部落。有冇恶霸王消息？嗰次之后就冇啦。俾啲内城啦，乖仔，佢爸爸妈妈又唔见咗，突然要做一族嘅首领，要管住成个部落噶。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再试下联络佢啦。咁先系噶嘛，乖仔。身为狮子，我哋有责任保持神兽世界嘅和平同安定嘅。呢个系大自然赐予我哋神圣嘅使命，你要好好记住啊！弊啦，睇嚟你又想讲多次嗰个伟大嘅传说啦。呢个伟大传说讲几多次都唔嫌多嘅，乖仔，你应该知道啊。系嘅，爸爸。曾几何时，我哋嘅祖先仲系一班过住啲好落后生活嘅野兽，就喺好耐好耐之前，神兽世界冇建筑。冇飞机大炮，亦都冇部落，只有森林同埋原野。好多动物都系四脚爬行嘅。有日，天空出现一道光，向大地赐予祝福。一座石山就由卡洛埃山升咗上天。由呢座山流落嚟嘅水非常之与别不同，充满力量，形态百变，仲包含住一种我哋叫做气嘅生命能力。饮咗呢啲水嘅野兽得到智慧，仲开始进化蜕变。但系有啲动物仲选择咗远离啲古气，佢哋保持纯朴同埋原貌，藏身喺外界嘅领域，之后不知所踪。于是后人就将佢哋称为神兽。说当神兽世界需要他们回来的那一天，他们会重现眼前。不过很少人还会相信他们的存在。卡罗拉山到今时今日仍然为我们提供气能量，而所有气能量都集中在金丝神庙这里。借助圣器之池的特殊矿物形成力量强大的气能量球，这个、就是伟大的传说。是了，爸爸，这个故事你跟我讲了成八千几次了。我觉得个故事本身是挺有趣的，但是就不可以说是伟大了。不要乱地讲完，要专注点。我只不过是想讲个结局可以再好一点，或者是加些动作场面上去。你想想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好嘢，但系我见唔到恶霸王喺度，唔通佢唔嚟？佢一定会嚟攞翻佢嘅气能量嘅。记住啊，我哋金丝系首先使用气能量嘅部落，所以系神圣嘅守卫，要确保所有野兽公平分享到气能量。所以每个月我哋都会向所有部落发放气能量球，等佢哋可以享用。好嘢，终于攞到啦！今日真系好运啊！虽然我哋未必同每个部落都咁投契。系啦，恶霸王今日嚟唔嚟啊？你话恶霸王大人啊？唔使心急，好快你就会见到我哋嘅大王噶啦。佢哋喺度讲咩啊？唔知喎，班恶鱼几时都咁难捉我嘅，就好似佢哋永远冇可能明白我哋一样。阻你一阵啊，达斯巴大人，我哋系时候要搬金器能量球出嚟啦。冇错啦。我哋差唔多每个月都会喺圣器之池入边揾到一个力量特别强大嘅金器能量球，不过唔会白白咁送俾人嘅。要比赛啊嘛，好嘢！欢迎神兽世界嘅咁多位子民，又嚟到我哋每个月举行一次嘅金器能量球大赛啦！几百年嚟，我哋都会以唔同比赛方式决定花落谁家，所以我哋每个部落都可以嚟一次公平嘅竞争。今次又会拣咩项目呢？系夺命飞车障碍赛啊！
亦为长命车路大激斗呢？啊，有结果啦！原来是森林世界大决斗啊！各位神兽世界的骑士，准备好你哋嘅战车未啊？你呢？如果有任何参赛者使用危险武器嘅，佢就会被即刻取消资格。首先是由敖迪斯队员金刚。输咗啦！做得好啊！下次真架回旋飞车再扭转少少嘅话，可能会打中我嘅。我知啦。西国霸对红维斯。好嘢！西国霸对无敌斯。嚟啦嚟啦嚟啦！摩道阿对罗姆士。可惜恶霸王不在这里，这项比赛他最厉害，没人斗得过他，最后一定会剩下我和他，次次都是这样。今次不同了，你的对手是矛盾王罗姆士啊。最后决赛胜出的那一方就可以得到金器能量球了，将会由无敌斯对罗姆士。你一路都很黑我憎啊，无敌斯。是吗？那你一阵肯定会仲憎我啊，因为我会打到你飞起啊。放马过来啊。喂，好矛啫。丑死怪啦！佢变咗只光秃秃嘅毛皮狼，系我就揾窿捐啦！行啊，出马照咩话？我边度有啊？系你装支矛想吉我咋？如果我唔敢做，架车都俾你整烂啊！你睇住嚟啦，狮子仔，下次你唔会咁好彩噶啦，你小心啲啊！已经分出胜负啊！边个话分出胜负嘅？恶霸王啊！你哋系咪唔记得咗规矩啊，金狮座？规矩？只要打低所有部落嘅骑士嘅参赛者，先有资格拥有金器能量球。你太迟嚟啦，恶霸王！比赛都完咗，你而家先嚟，梗系冇你份啦。啊？照咁睇嚟，伟大嘅金狮族都只系一班净系识得利用规矩嚟做挡箭牌嘅冇胆匪女嚟啫。等我同佢比试啦。照估计，我应该有一半机会会赢噶。规矩啊，可以打破噶，乖仔。爸爸，谂成点啊，无敌师？敢唔敢好似以前咁同我比试啊？就等我同你分个高低。你唔可以咁做噶，我哋一定要依足规矩嚟做嘢。冇咗规矩，我哋就乜都冇。好啊。你唔同我打嘅话，我咪自己揾个第二个啦。唔好啊！烧鸡型中意食嘅。救命啊！你今次有翼都难飞啦，应杰斯。是我英杰斯，我不会放过你的。弊了，他们入紧去落木森林啊！嗰个地方好得人惊噶。你头先决斗嗰阵唔系好巴闭嘅咩？不过喺呢个森林入边，我先系话事嗰个啊！睇住你啦！无论去到边度都好，你都赢我唔到嘅。有本事就使出嚟啊！咁小心啊！
我本来想将你好似我父母一样俾人推龙乱嗌嘅。恶霸王，件事唔系咁样噶，听我讲啦。有咩同我呢支矛讲啦？好啦，你只四脚爬爬，飞天雄狮你啊！望边度啊？我喺度啊！我哋唔好再斗落去啦，恶霸王。斗落去？咁我点报仇啊？够啦，恶霸王，我知道你爸爸妈妈系唔见咗，但系我都唔想噶，嗰次系意外嚟噶。本来系可以救到佢哋嘅，一日最衰都系你唔肯俾气能量我。为咗你，我已经破坏咗一次规矩噶啦，唔会再有下次。你投降吧啦，恶霸王，我唔想伤害你啊。你有能力伤害到我先算啊。意外嚟嘅啫，恶霸王唔好咁做啊！再见啊，老友，一下系为咗我父母，又为咗气能量，又为咗成个神兽世界。究竟系边个？系我啊，四脚爬爬，试下我呢招啦！睇嚟你唔够力，搬起碌木喎，咁我帮你啦。无敌师，你冇事啊嘛？我冇事啊，唔该晒。咪走啊，恶霸王！我哋实捉到你噶！你同我定个雀仔，因为我一定会翻嚟揾你报仇嘅。我冇事，见到你真系开心。你个伤口冇乜嘢啦嘛？唉，呢啲衰嘢唔好再提啦，我包。快啲话我知点对付无敌师同金丝部落嘅大计啦！佢令我党众出丑，我唔会放过佢噶。系咁好啦，你从长计议下啦。一月喺成人礼嗰阵，组织一支联合军袭击嗰班狮子，到时候乌鸦部落都会帮我哋手嘅。佢哋都唔中意嗰班狮子嘅咩？唔系，我哋利用下佢哋啫。只要肯俾少少金银珠宝，佢哋就咩都肯做啦。好啦，大家听清楚啊！我喺班鳄鱼度啱将大批金银珠宝翻嚟啊！而条件就是我哋要帮佢哋偷袭金丝神庙，有金银珠宝喎。乖仔，你仲快啲，你嘅成年礼差唔多要开始噶啦，呢个系你嘅大日子嚟噶。系啊，我知道，我要领取第一个气能量球，成为一个真正嘅金丝战士啊嘛，我准备好噶啦。你套盔甲系咪整唔见咗啊？我套盔甲？唔系，边有唔见啊？我只系一时唔记得着啫嘛。到底放咗喺边呢？呢个时候先嚟唔见都有噶。而家就系我哋出动嘅时候啦！由今日开始，我哋就会成为神兽世界真正嘅主人。因为今日我哋将会去收拾嗰班。喂啊，你做咩宝啦？我只系想帮你执靓啲嘅笑容啫。你唔记得咗预约咗我洗牙嘅咩？啊，好似系喎。你真系啊，有咩紧要得过你每日都可以喺人面前展现灿烂嘅笑容啊？睇嚟咧，你真系要好好学下牙科美容呢门高深嘅艺术咧。拣个其他时间得唔得啊？好啊，拔牙系你嘅，你话事啦。第日你蛀牙唔好赖我喂。好啦，我哋而家就一齐去消灭僵尸部落。佢咧，其实你个乖仔嚟噶，大家误会咗佢嘅啫。保护神鸟，保护气能量。唔好掂我嘅气能量球啊！我霸王点会系你噶？餐留翻迟啲再食咯。金丝部落需要我哋帮手啊！
仲喺度等咩啊？快杀咗我啦！恶霸王啊，点解要搞成咁样啊？我哋明明系朋友嚟噶。但系你害到我父母跌咗落坑度啊！我都话咗系意外嚟咯，我哋唔好再执着喺呢个问题度啦，好唔好啊？系因为你冇出手救佢哋啫，你肯俾我用气能量咪冇事啦。我唔可以俾你噶，气能量唔属于我噶，系属于神兽世界所有部落噶。唉，又系呢句说话，我够听过所谓嘅伟大传说啦。卡罗拉山啊嘛，仲有神兽啊嘛，嗰啲传说只不过系为咗俾你哋可以霸住啲气能量而作出嚟嘅古仔咋。我哋只系负责管理气能量，唔系霸住佢啊。咁样世界先会和平噶。你自己睇下啦，无敌师。而家你哋金丝神庙嘅周围系咪一片和平嘅景象啊？唔系，但系呢场战争系你哋发动噶。冇错啊，我哋仲唔会咁轻易罢休添，所以咪再同我讲和平呢一类说话。一嚟就乖乖地投降啦。咩话？你叫我投降？你已经冇得拣噶啦。冇得拣嗰个系你啊，恶霸王。好啊，你啊，咁你即管杀咗我啦，我唔使你可怜我嘅无敌师。咩话？你做咩啊？你想点啊？我要记低今次又赢咗你啊！你始终系个失败者咋？咩话？你唔系谂住就咁放过我系嘛？我系你敌人嚟噶。你唔系啊？你其实系我一个失咗忆嘅旧朋友，我知道你会记翻起。终于揾翻我人生嘅第一个气能量球啊！咩话？中你啊！几时先至明啊？我唔系你朋友啊！啊！恶霸王，唔好咁样啊！救我啊！派条树藤嚟啊！我头先你讲得好清楚，我唔系你个朋友啊，所以我就算跌咗落水，都唔使你嚟救我啊，因为我细细个就已经识游水噶啦。就算有天英雄天元嚟帮手，我哋都挨唔到几耐咋？点到要支持落去，作战到最后一刻。虽然进度比他们班援军拖慢了一点，但是照情况看来，那班狮子应该都是支持不到几耐的。你呢，是不是搞定了无敌师了？无敌师咪啦，家姐，我做了一件很重的事啊。不用担心，我们以后都不会见到无敌师的了。一定是幻觉来的，那只不过是神兽。嗯，不可能啊，神兽根本就不存在的，不可能啊。做什么停晒手啊？家姐，连你都是这样的。我以前都只是听过伟大传说，但是就从来都没见过神兽。这个只不过是传说来的，它只是一只动物来的，四脚爬爬又不用咬，又不够我们好打，我们还有气能量的。我霸王的传说由今天开始。这个气能量球应该是属于我的。投降啦，恶霸王，你输咗啦。好啦，我投降啦。不过我唔服啊！你有气能量又有神兽帮手，我有啲咩啊？你而家有十秒时间，带住你班手下即刻离开啊！十、九、八、七、六。
睇住你啦，我唔会就咁算嘅。好啦，你而家只系得翻最后五秒钟咋？四、三、二、一、零，走晒。你其实有机会好好教训下佢嘅。系啊，我知啊，爸爸系气能量俾咗力量我，但系同时都令我有放走恶霸王嘅勇气啊！太好啦，乖仔，今日你终于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嘅金丝战士啦！神兽万岁！嗰只神兽想走去边啊？我都唔知啊，不过只要我哋需要佢嗰阵，佢就一定会翻嚟嘅，就好似伟大传说讲嘅一样啊！伟大传说？你唔系觉得成个故事都好无聊嘅咩？唔系啊，我只系觉得个结局唔够好啫。而家结局唔错啊。细佬，我有样嘢可以令你开心翻。算啦，家姐，我系唔会攻打金丝部落嘅。爸爸妈妈唔见咗，唔系佢哋嘅错。金丝部落，我只不过想俾你睇下呢棵咁靓嘅植物啫嘛。当然，如果你肯消灭金丝部落嘅话，爸爸妈妈佢哋肯定会好开心嘅。你讲得啊，我知点做啦。一定要消灭金丝部落。有冇恶霸王消息啊？嗰次之后就冇啦。俾啲耐性啦，乖